现在的时间呢，已经来到了9:30了啊！从23号的晚上到现在啊，完全没有休息啊。那这里是从刚才那个地方连接到这里，很麻烦的。那个线呢，就是从这里再放到下面去啊。这个到底是谁把在做这个啊？那这里有一个监视器，这个监视器呢，就是录了我们谁进来这里，全部由这个监视器啊。那到底谁在搞这个破坏呢？他简单的一剪就是让我们搞了老半天啊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哇，这个在空间这么小的空间里面搞这个啊，到底是谁呢？这里有监视器啊。